雅度观夫，严防新夫。四省总指挥部7月25日发布实施号令以来，各口岸相关单位认真落实，全市人员原则上实施非必要不离联，必须为零的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工作要求，严格采取离联人员管控措施，严防疫情向外输出和扩散。大连机场、火车站、航空客运站从严组织做好离联人员排查和管控，对所有离联人员进行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国务院防疫行程卡和辽视通健康码查验，严把人员输出关口。针对无法扫码的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机场、火车站、航空客运站均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管控措施，使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有陪同人员做好信息登记并签署承诺书后可以离联。